气温渐寒，圣诞节前夕，理想大地酒店湖畔酒吧开启了白色花样 party， 不少游客前来共襄盛举，饭店也安排多位舞者打扮成圣诞老人与游客共舞。理想大地总经理康富雄更是全程参与活动，度过一个热闹的夜晚。舞者穿着性感打扮成圣诞老人与游客共舞，图记者郑志老彭翻摄。晚间八时，当夜幕低垂，旅客就寝前，理想大地准备了全台唯一的应许运河的游艇报佳音，经由蜿蜒河道传播满满曼妙悠扬的幸福佳音歌声，让理想园区里更增添了祝福言语，为平安夜华夏圆满句点。派对中不仅啤酒可以喝到饱，更有厉害的酒保调制出令人惊艳的调酒，图记者郑志宏翻摄。就在旧马厩完成后，成为一廊的湖畔酒吧挤进了上百名的住客，一同与性感的圣诞老人共舞。康富雄表示，这是理想大地首次举办圣诞派对，看到这么多位游客前来真的很开心。派对当天也邀请知名 DJ 现场热力乐音表演，精湛舞团多首热舞，让气氛嗨到最高点，更备有多样精致茶点饮料，还有采用顶级麦芽和酒花酿造而成，口感滑顺醇厚的生力啤酒无限畅饮。今年圣诞节不用远赴欧洲，也可以度过一个难以忘怀的佳节。 Now News 今日新闻提醒您，酒后不开车，饮酒过量有碍健康。